没有啦，很早啦。而且我们那边离中油那么近，油也就是中油而已。那你谁知道谁比较常去中油的吗？嗯，没有。他们都比较常去金光。那你就去买一买就好了哈。我不会想去那边。是啊。那礼券又不用钱。就买一买，就把它买掉就好，买吃的也好啊。你对啊，我在。